好吧。我去看太阳，我去看太阳，我去看太阳。爸爸好几十年男人，为什么阿爸打给我的呢？宝宝要不要尿尿？一个饼，要不要下来玩一会儿？爸爸跟你走走好不好？你下来。哎呦嘿！好。上次我们坐车是在那个里面。上次我们坐车在那个里面等的，你还记不记得？要看看火车。火车有没有过来？火车在里面看的，我们现在在外面等，还没到时间。哈哈，是不是哈哈？嗯。哦，
有没有听见声音？火车的声音，这是火车开过去了。刚才有一辆火车呜呜呜从我们上面，火车在上面开。这边是排队的，爸爸买了票，然后那个上面刷一下票就能进去坐车了。你看这个楼梯，我们待会从这个里面进来，然后上楼梯，楼梯面楼梯上面走到楼上去，上面就有火车。现在要走楼梯，现在门还关着，我们买的票是还要等十分钟。买了呀，爸爸买票了，爸爸给你把票取出来看看吧。爸爸给你去看一下火车票啊。这个是爸爸的身份证，然后买票，来。哦，你要看，放这个上面，放好啊。啊，取不了票，宝宝，这个只能刷身份证，我们待会直接刷身份证。宝宝，我们等火车来啊，在这里排队等火车。这个是火车的铁轨，你的积木是不是也是这样的？两根。378。哇，强不强？吊火车强不强？哦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哇！哦呀，看看，看完，啊啦！好强哦！旅客朋友们，请注意。我们坐火车了。Next stop is 常州北 station。到常州北了，到常州北了。这个是录像的，运动相机，也可以拍照，可以掉在水里也没关系的。就是那种直播的人全部用这种东西的，直播的这个画质不太好，就是运动的人，就什么戴在头上啊，挂在胸前啊，那种去滑雪什么的，给你看看。这个是干嘛用的？这个是一个笼子。
我来给你看啊，是不是看得见自己？就是这样，要看得见这里。快新店里个地方拉呀，又把那块。一只手了，现在不能掰了，不高兴手了，手了不要一只啊，手了不好，对身体也不好，就是呀，滚都滚掉了，反正不是去工作了。老年人总把头发要白。不是等厂里上班了，人家肯定就头发拔了，要年纪大了，然后一只手了手。是的，是这样的。要骗点钞票不要手，现在不上班了，不高兴手了。等会儿还是拿这个吧。好，第二样东西来了。嗯，哎呦。哎，金老总，这个不能拿下来。哎呀，这得拿三十个币。这个小不小弟弟也弄了，哇塞，这你去不行了啊！这不能拿下来啊！不行，这个不能拿下来。等会儿拿这个，主要是书。那这个给小弟弟玩玩。这个龙，小龙，我要擦擦灰，等一下全是灰。等会儿妈妈。上面小龙。要用一下一个东西。龙，小龙。这是哥哥的奶奶，害羞的。不要跟他，跟他爸爸，笑的爸爸是变的，不要我是变的。哥哥的奶奶叫什么？也叫好婆。啊，姑父回来了，姑父回来了，姑父回来了，在家里找姑姑，是吧？姑父，好，哎呦，姑父来了，大东西来了，姑父来了。哎呦哇，你去拿他去。奶奶让一下。放放外面那个上，叫小弟弟去看看望远镜。哎呦，哇，有望远镜，不得了。这是献宝啊。哎呦，其他路上去。哥哥家里都好玩的。我们中秋节放在外面拍个啊，他们。拍月亮，还有个哥哥高档的望远镜。我你说，这到这，姑父吧，还记不记得姑父啊？姑父的，姑父，在家里抱一抱，抱一抱，可见哥哥是风毛山，哎，风毛山呢，也中了，哈哈，儿子，抱了笑眯眯的，哈哈哈，哎，哎呦，还有抱抱，哎呦。我牛大，我这个恐龙大，那这个里面有恐龙嘞？现在可以看了。恐龙大，恐龙大不是恐龙大，这个东西现在可以看了，只需要搞到那个 APP 里有。啊，这里面一只恐龙都没有啊，这里面没有恐龙啊，好不好？这里面没有恐龙，我们原来有一批是恐龙啊，这里好像没有恐龙。哎，大象，对，大象。然后直接。这什么呀？鞋码。鞋码。他还知道大象。不玩了。哦，而且大玩具够够的。那你别捅拿过去吧，好吧。拿。在家就是，但那些多电子产品，他也要用电脑设置。哦。拿电脑设置的嘛。拿过去啊，十号我也搞。哎，就这不可以。这样，掐。规定了，后面也必须要带安全带的，所以我觉得还是带一个。中间是那个扶手，如果兄弟弟不想坐的话，那我就可以把这个东西摆在那边。这后面有个这个绑安全带。你看哥哥坐汽车都是系好安全带的，哎，咱们这个安全意识还是可以的。宝宝，你以后坐车也要系好安全带，系好了安全带翻车了就不会受伤了。他现在就是那个，因为没有那个安全座椅，所以还只能两个人坐一起。他现在有安全座椅他也不坐啊，不喜欢坐，坐难受。那要坐的。宝宝，你是不是不喜欢坐安全座椅？你问问看哥哥坐不坐的。我以前也坐的，现在我不坐了。嗯，你看哥哥坐安全座椅的。他以前倒是坐的。对，这个可歇呀。嗯。哎呀，就下来。这个东西回去可以搞一个那个胶水封起来。
还是爸爸家去看。哎呀，等会儿，我完了，彻底坏了。是不是里面有个球？我站下去。哎，好了好了，可以了。就这个，不过是就这样。化妆箱做什么？你把这夹不给他？哎，那个是啥？这个刚才每个杯子上都有一个，现在收掉了。哦，我拿了一个。啊，这就是吧？哦，是这咖啡。坐着，坐着。生日快乐！来，祝你生日快乐！等一下，老婆。祝你生日快乐！你这个五果趴，你为啥不打？祝志远生日快乐！文轩，文轩，好了。那就我奖励你一个月。点个蜡烛，点个蜡烛，再点个蜡烛啊！爸爸，你好，我要奖励你啊！要的，爸爸，我们宝宝不要啊！要的，点蜡烛，爸爸。儿子，生日快乐！祝你生日快乐！蜡烛，你看。看哦，吹蜡烛，吹蜡烛。吹蜡烛。把桌板放。好，爸爸帮你吹啊！生日快乐！那胖娘，能胖娘？那个谁去？来抱爷爷来，抱爷爷来，不要走。宝宝，你爷爷拉开一点，不然拍不准。哎哎，快快快，抱爷爷，抱爷爷，来来来来，来，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生日快乐！怎么走过来的？在宝宝这边。生日快乐！哈哈哈哈哈！爸爸帮你吹蜡烛。给宝宝吹。好了。成功。成功。好，切蛋糕，你要吃吗？把窗帘拉开吧。啊，要吃的。姑父，哎，他家里都打开。啊。他说姑父什么？姑父给你切蛋糕，姑父拿个刀，姑父拿个刀给你切啊。他芒果可以吃的哈。可以的。准备呢，变成帮帮帮给自己点的话，昨天他吃了帮给自己拿衣裳。哎，哎呦，急了。我的红包没拿呢，等一下回去给你。不用不用不用，不用不用。妈的，红包放在蛋糕。不要的，就饿了，来就卖嘛，又忙着跑过去的，饿了。别怕，不怕不怕。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爬呀爬呀爬，这是啊啊啊啊啊！加油加油加油！嗯，要跳水了。溜溜车、滑板车嘛，估计还不会哈。哎，滑板车不到，溜溜车会的。溜溜车放的好像在那边的，在那个箱子里的柜子里的，好像。柜子里。对，我跟上次我跟班啊，大概6:20-6:30走。妈妈，你临时背，等一下就放车里了，你不要动了。走。哎呀，干嘛了哟？
过来了，这个是不是？这个是不是姑父的车？嗯，是的。唱歌给听听，五星红旗。不唱。五星。迎风飘扬。家里点唱。歌声多么响亮，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。哎，姑父也歌了。姑父，你看，你们拿一下刀和叉。会开呀。嗯，不，这数字几？你告诉爸爸，你手里拿的是数字几？几？这个是几？二。二。对。二。你几岁？两岁。嗯，两岁，对。要熄的。来了哦。先拿出来，把蜡烛插上。这不得呀。妈妈来插上去，让妈妈来点蜡烛。嗯，蜡烛。等一下，先要吹蜡烛才能切。宝宝，你看，许愿，许愿，许个愿。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我唱歌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到处人，切蜡烛，好，吹吧。不急不急呀，啊，吹吧，吹蜡烛。宝宝吹，用力靠近一点嘛。哦，有了，再吹一下。哇，这里还有个蜡烛，忘了给他戴这个头上了。当心当心。嗯，好，妈妈帮你打开，你不急。对，我们爷爷睡有睡呀。嗯。哦，我天天睡呀。我帮你给你睡个上面的，反正你吹不要吃。吃个草莓吧，把蜡烛关上。嗯，爸爸，妈妈给你个叉叉。嗯，嗯，竟然送了个小鸡。嗯。他是小爱的巧克力，对，草莓，嗯，蛋糕。好吃吗？好吃吗？来不及说话了已经。爸爸。嗯，看来很好吃啊。草莓特别好吃。完了。啊，还要吃？再吃一个好不好？剩下的别人也要吃的啊。还有爷爷奶奶，还有爸爸妈妈要吃的。对，你再吃一个。主要怕他吃太多不吃饭。怎么这么多菜？我发二八折，两个十两个，别发你。我不吃了。
你要不要吃点蛋糕啊？我要这个，我这不够三人，一个人吃。宝宝，你蛋糕要吃吗？吃掉一个，不然他吃太多饭吃不下。可以了，可以了。这个真的是红叶草莓吗？米留起来，用点心去烫一下啊。嗯。好了，没有了。擦擦手，擦擦手。你搁这弄啥呢？哎呀！这块给爸爸吧。哎呀！你是不是不要吃这些奶油？这些奶油我能吃。哇，你吃点奶油吧。嗯。拿出去。你干嘛呀？这块妈妈吃。你妈吃不吃的？就刚给她放了，不知道了。怎么了？哦，这个刀给你，拿过去。嗯。我要切了。又切了？不要切了，切好了。嗯。你要不要吃啊？给你切一点。爸爸要吃一点。你不吃，你跟他一起切呗，你叫他。切呀，不然不要开始切呀，哒哒哒。你叫他呀，手把手。等一下，我这里。反了，反了。没事的，你转过来，请这样切。切，那妈妈给你切一小坨吧。好了，你这些是你吃的，吃吧。长寿面，哦，哪一天了？你帮他嘴擦一下。我不要嚼一嚼，好了。帮宝宝煎点豆芽。在。那个电风扇拿过来吹。嗯。好吃吗？好吃。嗯。嗯。面有点多了，太乖了，太乖了，宝宝你。宝宝你两岁了，一下子变乖了，自己吃饭。对，好乖啊，今天。对啊，妈妈就欣慰，一个人一碗面吃完了。嗯。这个要自己。嗯。这个。
这是，可是小宝宝，这这是，可是小宝宝。我的吃奶子，开始摄像，我已经开始。佩佩小姐，佩佩宝宝的小姐，是哦，一开始，是哦，一咔嚓。嗯，走吧。爸爸给你照相机。我们去拍拍戴斯医生好不好？对。爸，你看多人叔叔在造房子呢，这个也是医院，他在造医院。来，我不。你看妈妈取号，要不要自己滴？妈妈让你滴好不好？那找这个对准这个滴一下。让爸爸帮你呢。好，你滴吧。对，滴吧。滴，快点滴。滴了这边会出现你的名字。好了。好。来了。好。量量身高。走吧。不怕的，不怕的。好了，我们两岁体检完了，身高差不多90左右。体重多少？体重随便说的25。哦，大概了。嗯。啊，乐迪，我们想买小爱没有了。爸爸试试看。爸爸，爸爸，要不是这个丫头吃呀？哦，我吃。哦。爸爸坐上去。爸爸，让爸爸来试试。好，爸爸坐上去。这个。来，我们再边上一点，爸爸试试。哎呀嘿。当心，当心。爸爸。爸，你让开一点，爸爸要来了。喂。喂。喂。这个改制的，这个拍吧，各种各样的动物拍吧。爸爸，有各种各样的鸭子。嗯。爷爷，去那边水里看看有没有鸭。你看看爸爸吧。爸爸看，爸爸看，有几个，有几块，有几块。老弟，有没有鱼？有没有鱼？有鸭，有没有鱼？有没有？爸爸看看。有，有的，有的。再看。Hey.
手机，我玩手机。